正打红，轮呢是一个滚地锤自杀。第一个球呢，我今天贝利的也相当。我看起来哦，第一个球要打他的快速球不容易，主要的他的配的多，大部分都是变化球。所以现在牛队选球之外，也要赶快做一些归纳哦。总是归纳会把你自己的猜中或设定的这种命中率也会提高一些了。对。另一地呢，目前兄弟相对呢是2-0呢，领先了中信金队。捕手陈克凡呢转了老半天，最后呢是一垒上跑者呢并没有起跑，被主审裁判阻挡了，那锤不受在，但是裁判挡得也不错，否则这个球往后滚了就有的跑了。来看一下究竟是就是裁判的黄金右脚。对，如果陈克凡其实第一时间要找的位置正确 是，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球是被裁判挡下来，那裁判又要当作这个没隐形人一样，要赶快离开，也不能跟他讲在哪。其实刚刚最好看的一幕是陈克凡这个球处理完的时候，转头过去看一下主审裁判，那个微笑了，是，好像是干不能，好像干不能啊，有那个味道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对，总不好说辛苦了，辛苦你了，你的右脚都不需要讲，都不需要讲，就是一个微笑好了。是，那对裁判来讲，通常就是说，不管他的这个执法的位置是在界内或界外，他尽量是不要碰到这个球了哦。所以当然他这个有时候也是避免不了哦。所以那个笑容，两个人眼神的一对哦，还蛮微妙，蛮好玩的。两好球，两坏球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啊，这个布阵呢也布得相当的理想，稳稳的传向一垒，形成了3出局。4局打完之后呢，目前双方还是0-0。